曼芝，你要出去啊？云奎已经等你好久了。你睡好了吗，曼芝？今天我们的行程很紧凑啊。什么行程呢？啊，那你们先商量啊。我待会儿要出去一下，我得去收拾收拾啊。再见。好。曼芝，你好像准备要出门了。我正好要去找你。 等我一下，曼芝，一切有我。 这里环境不错，我打算在这里布置一个我们的窝，到时候我们在法国跟这里都有我们的窝，好不好？我打算就买那栋。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了，愿意为你付出。曼芝，不要再犹豫了。 不能收下你的戒指。为什么？你对我的好，我已经承受不起。我再也无法这样毫无负担的接受你的感情。对不起。不，曼芝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跟你在一起五年了，五年呢，我们回来才半年，怎么你就变成这样？我还做错了什么吗？ 我还爱你不够吗？你没有错，是我的问题。这段感情并不是那么轻易可以做出决定的。只是这段日子，你不断的为我们的未来规划蓝图，我真的不忍心看你在为这段毫无结果的感情付出。我必须告诉你，我无法再这么做下去。谁说没有结果？是纪委改变了你吗？ 是纪委说了什么吗，曼芝？他究竟为你做了什么，说了些什么？我这样的去帮他，他就把你抢走。他说，他知道你要的幸福是什么。那你告诉我，你要的幸福是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让我给你呢？ 云宽，我好抱歉辜负你对我的一切。但是如果我不在现在拒绝你，我们的未来也注定会是一场悲剧。悲剧，悲剧，这场悲剧都是纪委造成的。我曾经把他当朋友，当兄弟，他出卖了我。 你们一起出卖了我！他跟梁清轩的风花雪月还没完结，就用尽花言巧语来骗你。曼芝。
你太傻了，他可以给你什么幸福？你们的音乐没有我都是假的。你去问一下王倩，我下了多少功夫啊。云宽，请你不要记恨纪委，这不是他的错。我无法对你说清楚我和他之间的感情，是我对不起你。即使我压抑了自己，我还是对不起你。我不要像爸爸对不起妈妈一样对不起你，所以我要结束这样的感情。我不懂，我不懂你们的青梅竹马，我只知道纪委和你们一起背叛了我。云宽，我只知道当我爸和我姑姑大力反对我们的时候，我还是义无反顾坚信我们会得到幸福。现在你对我的恨我可以了解，可是请你相信我，在我跟你坦诚这一切之前，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。这有什么差别？你始终要离开我，不是吗？它的差别是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，我还希望你可以为这枚戒指找到一个幸福的主人。曼芝，你太天真了，你才是这枚戒指的主人，现在连他的主人都要抛弃他，你觉得他还有意义吗？完全没有。小峰，哎，快拿碗来盛鸡汤，给我们大音乐家补一补。你还补的真是时候，纪伟哥受伤了，正需要用了。他受伤了？对啊，我去看看。喂，你跟人打架了？哎，谁跟你说的？小峰说你受伤了。受伤就一定是打架吗？你不要乱做文章。我是骑车不小心摔的，要不要紧啊？哎、我帮你擦擦药吧。哎呦，你要。纪伟哥喝鸡汤，这是秦轩姐给你送来的，正好给你补补。我先下去了。哎。来来来，趁热喝吧。秦轩，有些事我必须得跟你说清楚。你这么严肃干嘛？你听我说，我真的感谢你一直对我的帮忙，但是你对我的感情……我知道，